给我去登记一下，然后自己走了。去哪里登记啊？去哪里登记啊？去派出所登记。哪个派出所？对。哪个派出所？赣前派出所。为什么叫我去登记？因为你是要反映问题过来的。我反映什么什么问题？啊？我反映什么问题啊？我哪知道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拦着我啊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，反正我们这个要求带你去登记一下，没有别的那个，也不会说这么限制你自由什么的，好吧？你给我登记完了，我是一个退役，我是一个转业军人。对，就是因为你是转业军人，我到北京来旅游找工作的，我到北京来，你看这个警察就针对我们转业军人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去登记，你走哪他们都得找你登记。为什么找我登记？就因为你是转业军人，你转业军人为什么就不能到北京来了？问题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没有反映问题，我不反映问题，我反映什么问题啊？你给我去登记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去登记啊？为什么要给你登记啊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给你登记啊？转业军人就要去给你登记啊？那么多检验军，5800个检验军都要登记，给你去登记吗？啊？不知道。现在全国5800万检验军人。去登记吗？我不去。啊？你不去？对。是不是？是。你不去？我不去。为什么要叫我去登记？来，你等会儿。不要踩我。等会儿，过来。不要拉我。过来。你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！身份证也掏出来。没有身份证。没有身份证。别拉我。没有身份证。没有身份证也掏出来。上车呀！身份证先掏出来。告诉你，你看，全国的人民看一下啊！我作为一个转业军人，走到哪里？这个是做修监控，看啊！全国人民看一下，我作为一个转业军人到北京来，就要去了非法打压，去到公安的非法打压。转业军人走到北京了，不能来北京了，来北京就要非法打压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转业军人到北京了就要非法打压。全国的朋友看一下，全国的人民看一下啊！他不准我出站。没用，我得去前面问。您稍等一下啊。好。没事儿呗。赶紧帮我们问问吧。幺零零，哇！造工造白呀！幺零零，哇！哇！幺零零，哇！哇！那我们的一楼的话呢，是展示
非凡体验。把科幻带回去，把科幻带进去，哇！啊，还要旅行，非凡大厨，非凡体验。是共产党不能啊啊！你那头人也被叫下叫的啊！那头人为什么在地震里头？不光，你说吧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
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